换错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没事儿啊，没事儿。本来我玩的石头人，我跟水友一点错了，给他换成石头人。谢谢神秘人，兄弟们，今天我们火箭差一个，超粉团差一个火箭能过，我们只需要每天把这个普通任务给过了就。 这周超级粉丝团不难打，我们只需要过普通任务就能上。过个超粉团任务，兄弟们，来个火箭，有没有兄弟给来火箭？我感谢神秘人的水晶大火箭，给个不不，谢谢，感谢神秘人的水晶大火箭，谢谢老板。那么我们还差26个飞机，兄弟们。 火箭任务已经结束了，我们今天还差26个飞机，就差一枚枚，只有2个任务了。神秘人，神秘人就是不想让你知道是谁。问问问问，怎么办？为啥买多兰戒？因为我是 AD， 耶！咋的？ 慢慢耗他们，不急。没打，耶！耗我点盐，那算了。你要干啥呀？ 没事，没事，虽然你死了，但问题不大。 谁把我的 Q 设的不是智能施法？我操！哎，行吧，他妈不是智能施法，要不然莫格拉都死了，我气死了。 阿甘娜有一个动力秒表，耶，重抠，这得滚。 哎呀，我操！不要飞了。
我挺飞，那也不好杀呀，哥们，压着。 这不有毛病？你他妈敢踢呀？我就不回家。哎，你不能回家啊！他俩都不回家。哎，就不回家了，这波怎么的？他能怎么的？他俩又能怎么的？ 咱俺们俩六条，给他们来个大的，先来个遗失的章节。完了，通路已经穿了。 大傻逼，选个女警拿着。耶！ 还二闪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二闪叫二闪。哎，我说你走，怎么可能得越你？又升不了六，一晃晃悠悠的干啥呢？ 给我个头！耶！ 弹！是我一个平的，区区没太够，差一丝儿啊。
感谢我中风哥的水晶过了，至尊大飞机和音乐盒，谢谢我中风哥，感谢感谢我中风哥的大飞机和音乐盒。我喜欢先试如野火一般，啥天溜啊，这还没溜干他，不行，不能干他，不能干，旁边有那个莫干了，你挡一下，你挡掉，麻疹，好办呢，麻疹老往下路走，哎，硬搁下路待，你不行你就撞他呗，直接撞他啊，这可怎么办，绝年之后还不是我杀的，那能不能埋伏一个莫甘娜，追我追个屁，能追上我，往我脸上飞，哎，弹就泼猴哥的大飞机，谢谢，感谢我泼猴哥的相遇飞机，谢谢，今天飞机没差多少个了，我直接冰杖吧，防止这个瞎子老针对我，好，我们无敌了，我就不说别的啊，刚才我下路那波走位，我都得给我自己点个赞，太牛了，
没有眼儿了。耶！不抠吧你？这个传送我应该怎么办呢？石头人又没有大，这咋搭呀？我操，你这么牛逼！但是没什么屌用。哎哎哎哎哎，弹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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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弹，救救救！别大爷！刚好，他刚才绝对好，我眼瞅他那个好，他要么是没反应过来，要么就是压根就没想给我，明白吧？只有这两种情况，要么他反应不到位，要么他根本就没想给我。傻逼！看你往哪跑！有闪现，那没办法。这是等级挺高啊！这逼，我看你往哪跑！弹！我爆了是吧？我要出个钉。满足，我感觉火男的伤害那么低，你瞅瞅那刀锋出的什么装。那刀锋出的智慧墨印加上那个大壳子，咋的呀？吃个红咋不行啊 ？ADC 吃红有问题。
偷偷摸摸的。小皮，我抓他，他就在这儿呢，离你远一点啊，抓他。我是真给你两点面子了，是啊，怎么的，这虚虚还低吗？不然都给我 K 了吧。打他，你打他，我没死。蓝枪你就给大了吧，好好好，给吧，我走。哎呦啊，还有意外收获。炸雷。黄啊你！你咋的呀？致命点！救救！啊哈！假西路啊，好，假西路，哇，这虚虚挺高啊，反键他三甲，都没踩上夹。我来跟这个蛮子玩一会儿。他应该不能走，基地爆炸了，跟他都没关系。哎，走了。弹弹弹弹弹弹弹。哎，完了 ，Q 歪了，怎么偷袭呢？完了，扣歪了就完了，这里的完了。没扣歪的话，能把他氮气歪。